香港人的主場，我們擔憂，但是我們絕對誓不罷休，是嗎？ Even not a response to the opinion of people. Hong Kong government never hear us. We are not that easy to live. We have the right to tell the government. Tell the government we need real democracy. Democracy is more important for our future. It's not just a student action anymore. Because we're just a Hong Konger, we want to save our home.香港的雨伞运动进入关键时刻，又有两名学生加入了学民思潮的绝食行动。召集人黄之锋由于血糖过低，今天他在医生的劝谕之下喝了葡萄糖水。那么黄之锋也继续呼吁梁振英要重启政改对话，化解社会问题。顶着入冬低温，学民思潮五名成员继续在金钟雨伞广场绝食。其中最早参与绝食的召集人黄之锋等三人已经绝食超过60小时，因为体力不支、血糖过低，在医生的劝谕下，他喝下葡萄糖水补充体力。我原本是希望就系话喺绝食期间咧，都系坚持要饮清水嘅，咁但系都因为真系身体非常不适啦，心跳系升到去106，咁再加上就系话。昨晚到而家咧，嗰個嘅血糖值都係低到跌破3，係得2.7。咁所以我最後都係飲咗葡萄糖，咁喺呢度係要向公眾係對道歉嘅。對於特首辦說選民的訴求不符合法律程序、不切實際，黃之鋒強調仍然有對話的空間。咁但其實而家學生要求嘅，即係就住化解社會矛盾，去解決社會問題，嘗試去探討重啟政改嘅可能性。而家唔係政府接唔接納訴求嘅問題，而係政府願唔願意同學生討論嘅問題。政府覺得立場南轅北轍或者唔同嘅諗法唔緊要，但我哋渴求嘅只係一個探討重啟政改嘅公開對話。其實探討同埋對話有何上不可呢？另外，對於學聯計劃在一星期內決定去留，黃之鋒表示會與他們交流協調。新唐人記者林秀怡在香港報導。